界卫星空中护人员，诸位观众、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日是空中护人员第二届净宗课程《无量寿经》第78集的播出，请大家献开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会第74页。74页，经文为尾啊，算到转来第四行啊。经文为74页，为尾啊，算到转来第四行。六祖当学书记，远离障恶，得其先者，困离行止。啊，顶一集咱讲到这段啊，讲到得其先者，困离行止。啊，爱辨别一切善法，努力修学。啊，那么善法呢，就是咱本经啊，这个33品到37品，啊，这拢是佛直接甲咱讲的，这个五戒十善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标准。那么，搁再补充的教材呢，就是一个了凡四训。太上感应篇安世传书啊，这是补充啊，咱这个33品到37品啊，这5品经文的补充教材啊。那么，甲这5品经讲的呢啊，拢相应啊，帮助咱认识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啊，咱具体要安怎来做法。所以这个33品啊，这个无量寿经33品到37品啊，配合这个了凡四训啊，太上感应篇啊，包括安世传书啊，安尼来呢啊，都相当的充足啊。如果会当佮加上十善业道经、阿难文殊佛吉祥经，当然啦，这是佮较好、佮较理想。那么啊，咱这个啊经呢啊，讲到这呢，已经一半过了。咱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，是定108集啊，一集50分钟啊，108大概90几小时啊，90几小时啊。如果呢，咱这个时间若有提早啊。提早完满呢，后面有剩的时间呢，啊，我想讲会当补充来甲大家报告，像这个啊《了凡四训》啦，啊，或者《感应篇》啊，来补充啊，咱这个《无量寿经》33到37啊，这个补充教材。那么这也真理想，啊，这也真理想。啊，虽然呢会当啊达到呢古代的讲的持戒念佛。啊，咱来知影呢，咱念佛也是爱断恶修善啊，无断恶修善啊，继续做恶业，安尼念佛是正善根啊，即想要往生也是无把握啊，要决定有把握，即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爱听佛讲的话啊，照这个33到37。一个五戒十善来断恶修善，爱甲做到，安尼念佛发愿求生西方，则无障碍。啊，那无呢？啊，继续做恶业，啊，恶业比善业较多，那么这个将来往生呢，都障碍，都无把握。啊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希望咱同学爱。啊，知影啊！搁再看下面这段：爱欲荣华，不可上报；该当别离，无有乐者。啊，这个爱欲，爱是贪爱，欲是欲望。啊，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无人无贪爱，无人无希望得到。啊，但是，纵然你得到，
爱怎样不可上报啊，你无法度永远保持啊，该当别离，到尾啊呢，拢爱离开啦，暂时的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世间的这个爱欲荣华呢，无可乐者，无什么快乐啦。啊，这句话啊，那么也是对于讲咱物质的生活呢，唔好想过这个奢华啦，啊，想过浪费，啊，一旦过一般平常的生活，安尼就好啊，啊，一般生活就可以。啊，唔好呢，过啲呢，啊，想过呢，浪费，啊，即荣华富贵，啊，即是过眼云烟啊，啊，一百年都无咯，啊，拢爱离开咯，哦，你钱更加多，财产更加多，地位更加高，啊，到三寸开灯，啊，甚至也唔免甲三寸开灯。都无去了，啊，有真侪人呢，一生都保袂掉啊，啊，卖讲到死的时阵，啊，未死的时阵呢，这都拢无了了了，这在现实社会当中，咱也看得真侪，啊，所以这呢，咱无需要求，啊，这无什么快乐，纵然你得到，也是爱管理，啊，咱来怎样呢？咱人生来康康去也康康啊！古代就讲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心啊！啊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，包括咱家己这个身体，你都炸未去，何况生活之本？唯有呢，家己做的善恶业啊，这做炸会去。那么再去的呢？咱爱修，爱修善业，这个善业咱再去。咱念佛的人修正业，求生西方，这咱再去，这咱得得到的。其他呢，无一项咱得得到，包括咱这个身体都得袂到。啊，所以得袂到的呢，佛劝咱放下。啊，得得到的呢，佛劝咱去求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。金刚不坏心，这咱会当得到，永远袂失去。这是真的，佛叫咱去求。但这世间这一切，包括咱这身体，这是假，咱得袂到的，佛叫咱放下。啊，听佛的话就对了。搁再来看下面，当群精进生安乐国啊。那么这两句，就是佛劝咱的。什么爱精进、爱努力呢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乐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咱应当爱勤奋精进，求往生西方，这爱努力啦！啊，那么迄做恶业，迄就不可以努力啦！啊，迄爱放下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啊！唔，那是西方极乐世界人，这智慧、功德无比的殊胜。现在你只要真正发心，你这个心是真实的。前面甲诸位讲过了，西方世界这三种不退功德庄严，咱现在就得到。啊，不是讲升到西方才得到，现在呢也无往生西方就得到。啊，这话拢是真实的代志。不得随心所欲。恢复境界，在人修也，就讲袂使随着家己的欲望啊，恶作妄为啊，随着家己的习气欲望啊，恶白做。恢复就是佛祖的教诲啊，佛的教诫啊，咱就亏损啊，有违背。啊，违背佛祖的教诲，啊，经界啊，经典的教诲，啊，佛的这个戒律，啊，无遵守，啊，那么这就落在人后面啦，啊，对人袂对啦，啊，别人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成菩萨了，
咱也伫六道轮回啊，这安怎讲都讲袂当过啊！啊，真对不起佛菩萨啊，所以落在人后面啊，啊，看看遮侪人往生咯啊，人拢做佛做菩萨，咱也伫遮做凡夫啊，想起来是真惭愧啊，所以咱来向遮成就人向因看去，向因看齐。伊会当往生，咱也会当往生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哈老居士，就是回一本经啊，哈莲基老居士啊，那么伊是一位在家的大德啊，确确实实呢，在当代呢，确实是第一个人。那么哈老居士，伊回集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伊是83岁往生的，83岁，啊，民国54年，啊，民国54年，伊往生的时候真自在，讲去就去，正念分明，这东西咱的榜样，咱的模范，咱的典型，啊，咱的向伊学习。啊，咱阁看下一种啊，心得开明第34，这一种是弥勒菩萨明白佛所讲的意义，心开意解，弥勒甲咱做了一个榜样。前面甲诸位介绍过，弥勒菩萨是这一回动机者，这一回是两个动机者。前面是阿难，后面是弥勒菩萨。啊，请看经文。弥勒佛言：“啊，佛语告诫心清心善啊，佛的教诲告诫心清，这是讲理啊，理真清啊。心善是讲方法啊，理真清方法非常善卡。该蒙诸恩，解脱忧苦。”啊，如果不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方法，可以讲末法时期无一个人学佛会当成就的。啊，讲这个话决定不是武断，咱家己冷静想想，咱能不能断贪嗔痴，能不能破五执，这是真现实的。你若袂当断贪嗔痴，袂当破五执。你要哪有可能出三界？啊！你纵然有深深的禅定，禅定无用处。你的定功会当升四禅天，会当升四空天，出不了三界。啊！你烦恼也无断，这是真正爱讲哦。所以佛法时期会当了生死出三界，啊，只有这一条路。注意动手爱记，你若不相信呢？别个法门啊，你去试看啊，这个代志袂使家己欺骗家己。无量劫以来，咱遇到这个法门真不容易遇到，遇到唔相信错过了，迄太可惜了。啊，你讲以后搁再遇到，迄都唔知多一生多一劫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这个方法啊，先。该蒙诸恩，解脱忧苦，这是指闻到这部经典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学的人。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，金德得佛，修闻无量寿生，弥不欢喜。心得开明啊！你看看弥勒菩萨也真是非常慈悲，无辜负世尊的护托啊！唔呐，讲佛语教诫心清心善，后面直接甲咱指出来，无量寿生、无量寿佛的名号啊，就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
啊，一旦听到这个佛号，相信法愿，一心执持，无一个未成就的，无一个未往生的。啊，这款的人就是心地开明。哇，这句话讲，这款的人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。啊，伊无开悟，伊未晓选择这个法门，选择这个法门，一生决定成佛。选择其他法门，一生成不了佛。选择这个法门，决定成就。啊，所以一旦选择这个法门，啊，可以讲这就是大彻大悟了。文殊普贤拢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选择这个法门，甲文殊普贤无离无别，所以这是大智慧，是大福德，是大因缘。啊，请阁看下面的经文。佛告弥勒：敬以佛者，是为大善。适当念佛，截断惑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幽波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多弥多者。若诸当地十方人民，应劫以来，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怒亦苦痛，病极苦痛，死极苦痛，恶臭不净，无可乐者。佛的这段话前面教给我们应当要敬佛，怎样才叫敬佛？甲诸位讲，你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就是敬佛。啊，咱个人会当每天甲无量寿经念三遍，离乐时中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这就是对佛地最高的敬意，最圆满的敬意。不但世尊欢喜，阿弥陀佛欢喜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无一尊佛无欢喜的，这叫敬佛。所以敬佛并不是逐天甲烧香。啊，买一挂好的水果、好的花供养的，啊，逐天甲磕三个头，啊，多过者，啊，迄毋是叫敬佛，啊，看了都摇头啊。啊，你个人每天念一个经，一天到暗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家内若无供佛像、无烧香、无礼拜，什么都无，祝福嘛欢喜，真正恭敬。为什么听话？啊，这叫真正听话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影怎样敬佛，用什么方法敬佛。啊，所以敬佛无在形式，是在你真心依教奉行，这是真正信佛。所以这是大善，这是最大之善。适当念佛啊，这是确实甲咱讲，应当爱念佛，唔好怀疑。不诸爱欲，多障恶缘，啊，就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幽波三界，无所挂碍，这是讲诸行化他，开始正道，多弥多者，正道就是念佛法门，所以大家可以学讲这部经。啊，你把这部经念过三千遍，你自然会晓讲了。啊，无学都会晓了。咱中国古早人讲，读书千遍，记忆自见。啊，这本书你读一千遍呢，内面的义理自然你就知了，你就通了，意思就明白了。为什么明白呢？啊，那么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。啊，只要你专心念三千遍，你的心定了，心定下来，你的心里头未向外攀岩，未胡思乱想，未胡白想，一切法门、一切经教拢放下了。啊，我心里头一感觉念的、想的，就是这部经，这就得定。定能开慧，定会开智慧，智慧一开。经典一展开，
哪有未明了的道理、啊、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佛菩萨的智慧无离无别、啊、佛智慧显露出来、啊、为什么佛心清净、啊、佛心是定的、啊、咱虽然有跟佛同样的智慧透露不出来啊，那吐不出来呢？咱心真乱啊，心妄念太侪，真杂真乱啊，一感觉嘛，胡思乱想，所以你自己的智慧吐不出来。咱用这个方法啊，叫你念三千遍是修定，三千遍念下来，你定了三年。三年不打妄想、啊、三年无去攀岩、啊、那么这个智慧就真可观了、啊、这个经的意思决定明了，何况三宝神力搁再加持，你就通达了、啊、你念三年之后就可以代替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了、啊、你就是阿弥陀佛派到这个地球上的代表人啊，大赛同款啊，伫咧办签证的啊，你会当替别人办签证啊。那么你会当甲人办签证，会当接引别人往生，你家己哪有讲袂往生呢？一定会往生，所以大家爱好好的努力来学习这部经。后面这一段，甲咱。真大的警惕，叫咱知影十方人民啊！十方人民都唔那是指咱娑婆世界啊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，拢包括在内啊。这六道内头的情况呢，十方诸佛一切世界拢差不多啦，拢有六道轮回啊。应劫以来、啊、就是说无量劫的无量劫，这众生都是颠转五道，就是六道轮回、啊、所以说有苦不转啦，六道里面情形非常之苦，不然是三恶道苦，就是说人间，人间就苦不堪言、啊、我们做人啊，你再想看看啊，苦也无苦，生苦啊，来出世的时阵苦啊，囡仔生出来都哭，那哭呢真痛苦嘛啊，在老母的这个腹肚里面呢，佛形容做胎噶啊，也未见到天日啊，老母啉一杯冷水，敢那在寒冰地噶，啉一杯烧水，敢那在北烈地噶。那么这个呼吸随着老母在呼吸啊，在腹肚内呢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啊，跟他关于这个感觉啊，不见天日的这个感觉啊，所以叫做胎觉啊。那么出胎了后呢啊，生出来在老母腹肚内面烧烧，生出来接触外面冷的空气。啊，敢那万箭穿心嘛！啊，接触到呢，啊，熊熊啊，真冷，那么艰苦都哭。啊，所以囡仔呢，一出世就哭。啊，咱不看到讲囡仔出世笑眯眯，啊，拢是哭。为这当证明呢，辛苦。啊，佛甲咱讲的一点啊都无错。啊，咱人出生在这个世间呢，苦啊！啊，一出世就苦啊！啊，一直哭呢，哭啥呢？苦啊，苦啊！啊，苦一世人啊！那么老苦，人吃老啊苦啊，体力衰弱啊，目睭也无像少年遐尼好啊，喙齿也歹。
精神体力啊，不如年轻的人。啊，尤其年纪若较大，退休无代志，若是毋知影学佛，毋知影通念佛，啊，无聊，一天干毋担梦想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有真侪人老人退休啊，得到迄个老人痴呆症。啊，也个有呢，当着子女孙不好。啊，食老迄度搁较痛苦啦！啊，有真侪孤单老人，无人要治啊！啊，子女新妇无人甲伊带斗阵，孤孤单单啊，一个人伫过生活，生活也无人照顾，家己照顾家己。啊，这在咱台湾啊也真侪啊，甚至呢有老人呢死都无人知影啊，死到这个骨头互狗伫啃。啊，这个新闻拢不报着。啊，所以老是苦。啊，那么假如老呢？啊，这就愈苦啦。啊，子女孙不好了，愈老愈苦。那么老，那身体无健康，啊，还更加苦。啊，老呢？总是多多少少啦，这个身体敢那一代过去，用久啊，用久啊，当然呢，都一挂毛病嘛，啊，所以都病苦，啊，这个病来了，病苦，啊，那么病的苦呢，相信大家多少拢有经验，啊，唔免讲什么大病，都是一个伤风感冒，啊，一个喙齿痛，啊是。头壳疼，啊，咱就感觉真袂自在，真痛苦了，何况大病呢？啊，那么死也非常的痛苦，啊，生离死别啊，尤其放不下，啊，这个世间的这个恩爱放不下，啊，残垣处贴财产放不下，啊，那么放不下这个死的。更加痛苦啊！佛在经常形容，敢那亲像千骨痛壳啊，一只骨呢，娃娃呢，壳壳拔落来，遐尼痛苦啊！这是咱人啊，有这个生老病死，咱生理上基本都四种苦的啊。那么忧就是讲咱心理精神之苦。有爱别离苦，恩爱的人呢要离开，生离死别，非常痛苦。万金悔苦，啊，你冤家债主呢，啊，无爱甲伊拄着，偏偏拄着，啊，无爱甲伊斗阵的人偏偏斗阵，非常痛苦，冤冤相报，万金悔啊，求不得苦。啊，希望要得到的呢，得袂到。啊，希望愈大，失望就愈大。啊，五阴即成苦。啊，这五阴呢，就是一切苦的根源啦。啊，色受想行识。那么，这个五阴即成，所有一切苦，身心的苦，生理的苦，心理的苦，拢是为这个五阴来。啊，五阴啊，即性敢那火呢，一直烧，真旺盛，拢无停止。啊，造成啊，即苦。啊，这是忧啊，心理啊，即忧苦不绝啦，不绝就讲无停止啊，生生世世都是在受即苦。恶臭不净。恶臭不净，讲观察咱这个世间环境无清净污染啊，观察咱这个身体不净啊，这是四念处第一，就是教咱观心不净，观察咱这个身体是无清净啊。咱这个身体呢，你甲想热天啊、流汗啊，那无辛苦就臭汗酸啦啊，每天吃的大小便。
啊，即、这个痰啦、屁啦，啊，有屁屎，有屎屎，那么这拢是无清净的。啊，物件食到腹肚内，啊，搁再放出来，恶臭不净。啊，那么人一个死啊，那热天呢啊，一两天呢都烂都臭啊，臭到呢人无人敢活去啊，这个恶臭不净，所以佛教人讲在观心不净，咱这心呢无清净啊，那么这。甲咱观察是虾米作用呢？就是讲，你看出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袂去留恋啊，才袂去贪恋这个物件。咱世间人都是迷惑啊，这个苦的物件，这个不净的物件呢，偏偏去贪恋、爱惜啊，为了这个心来做一挂恶业啊。那么这就颠倒了，错误啊！啊，做恶业后面受苦报，啊，迄时间呢，真久真久啊！啊，所以佛甲咱讲呢，啊，这个无可留恋，啊，无什么有通快乐的啦，无什么快乐啦。啊，这个世间人讲的可乐啊，又快乐，迄是麻木不仁啦，那麻痹啦。啊，世间无可乐。无快乐的代志，三界痛苦啊！在三界内面呢，只有苦无乐，这是佛甲咱讲出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咱来感悟。下面讲以诸决断，舍毒心国啊，这就讲家己爱明白，爱感悟，爱下定决心，家己心内面心国。就是贪嗔痴慢，是非人我，把这物件洗得干干净净。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心清净，心清净，语清净，爱做到三业清净，这是表里相应。人人自度，转向精进。啊，那袂当自度，你就度不了别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你一定爱好好的修啊！你家己那不能往生，无把握往生，你就无办法劝别人往生。为什么？你劝别人往生，这个口气讲了袂确定啊！这个话讲了呢，模棱两可啊，敢那会往生啊，敢那袂往生。唔敢肯定，啊，予人听了呢半信半疑。啊，我自己能往生，我讲的话，那么就肯定了。为什么呢？无怀疑，决定往生，我会当去得了，你也会当去得了。啊，我无学这个以前，甲你同款，我学了几年会当去，你学了几年，你嘛会当去。啊！你为什么唔肯学？所以家己领导你讲的话，才会完全肯定，和别人听到，别人听到呢，伊才会断疑生信。啊，这叫力量。颠啊，就转向精进啊，转向就讲颠转互相啊，精进就是讲帮助别人啊，你一定爱。帮助别人，啊，家己得到这个好处，你一定爱帮助别人。至心求愿，即类善本，这一句是上求。至心求愿是上求。前面啊，颠转真就是下化，啊，咱家己修学，啊，不断向上来提升，啊，境界功夫不断向上提升，上求。啊，一方面爱下化，啊，下爱教化众生，
度化别人。这类善本，善本通常讲就是四弘誓愿，六度万行啊。啊，这是善本。啊，再看下面，虽一时精进困苦，思念感念。啊，那么佛跟人讲了。啊，讲纵然咱一生困苦无懈怠努力，啊，就讲咱一生啊真认真来咧修学，啊，咱爱知影，这时间真短啦，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啦。啊，人间一百年，脱离天的天年才一天。啊，脱离天看咱人间一百年，就敢那咱家呢过一天同款。啊，真短暂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更加唔免讲了。啊，看咱家人间一百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人看一万年啊，啊，一看久啊呢。所以，咱这个一生的辛苦、勤奋、精进是有价值的。为什么呢？来生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未搁再轮回了。咱现在啊，这个心。无量劫以来生死轮回，只先悟到了这个法门啊，所以咱啊心坎大大，只先咱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是最后心啊，在六道轮回最后一处，下一处未搁再轮回了，下一处搁再来这个六道是以菩萨的身份成愿再来啊。啊，不是修业报来啊，不是业报身，是成愿再来的菩萨身、应化身来度化众生，迄都无同款。所以这有价值，一生几十年的困苦修学，价值啊。修行无量寿果，就是讲你这一生精勤。以后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快乐无极，永不生死之本，无受苦恼之烦，修千万劫，自在随意。西方极乐世界实在讲，真是一切随心所欲。啊，经文内面佛甲咱解说得真清楚，西方世界寿命之长短是随意自在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想寿命多久就多久、啊、你想一劫就一劫，想十劫就十劫，想一万劫就一万劫、啊、想无量寿就无量寿。所以到那个地方寿命是凭自己乐意、啊、怎样会当得到、啊、你想要怎样得到就会当怎样得到啊、一切啊，随心所欲、啊、所以讲，其国不亦为啊，无违背咱的心愿。你这个心愿到迄搭遐，行行圆满，所以以国精进，求心所愿、啊、那么恁注意啊，心内头想有愿有求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迄、那个地方求得到，永远袂失掉。啊，西方世界呢，永远袂失去。咱这个地方，你所求得的，也是会失掉去，会无去。啊，你伫遮无可能会当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寿命短促，啊，你会失掉。啊，我再讲呢，这个世间一切拢是无常，啊，家己本身。心无常，这个世界嘛是无常啊。像八大连甲经佛甲咱讲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四大苦空啊，生灭变异啊啊，咱居住这个国土真危险，真脆弱啊。这个地球也时常在变化，天然的灾害真多。啊、所谓星球要毁灭的一天，所谓星族坏空、啊、你想呢？
在这个世界，多一项你得得到，啊，拢是暂时假，唔是真实的。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，永远不变。啊，这个经文前面跟咱讲，无衰无变。西方极乐世界讲庄严，庄严内面第一庄严就是无量寿。啊，如果无寿命，你讲西方极乐世界更加好啊，更加好嘛是会失掉去啊。啊，嘛是落空啊，所以第一就是无量寿啊。有了无量寿，所有一切物质的无量，唔才得得到，唔才享受得到。啊，如果呢一切拢无量啊，无寿命，安尼嘛是无效啊，啊，享受袂到啊，啊，所以无量寿是所有无量的啊第一个条件。啊，有了无量寿啊，那么其他的无量拢会当得到啦，拢会当享受到，永远袂失掉嘛，因为无量寿嘛。咱这個世间哪会失掉呢？寿命真短嘛。啊，人一死啊，什么都走袂去。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伊的好处就是无量寿，寿命无量。啊，所以你一切得到永远袂失掉，永远存在，无像咱这個世间啊，这個、世间呢，拢会失掉去。啊，这个也爱讲哦。所以咱有缘有求，拢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去求啊，去遐看你要求啥拢有。啊，在咱现在这個世间，应该用什么态度？啊，咱将这个世间呢，当作旅馆就好啊。啊，当作旅馆来看待就好。现在所有一切，啊，咱导师常讲，啊，讲咱即马伫遮，咱所需要的是啥？使用权啊，啊，咱有使用权就好，啊，唔免有所有权。为什么呢？所有权是假的嘛，啊，你厝这所有权证是你的。啊，这间公司所有权是你的，那死了后所有权嘛不是你的啊，换别人啊，嘛是别人的啊，所以所有权是假的啊。实际上呢，是使用权啊。你以为这所有权是你的啊，死了的时阵呢，你一项也抓袂去，假。咱爱是使用权啊。那么咱举一个例。啊，比如讲，咱去到一个所在，啊，比如讲，咱到新加坡去佚佗，待一个月，啊，那么一个月呢，啊，咱在这个工厂，啊，使用一个月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所有权人，啊，那么都要在这呢照顾管理，啊，那么咱在这呢就应使用。啊，因归工啊，啊，讲海因啊，无牵无挂，即多自在，无忧无虑啊。所以你哪会当甲即个世间一切，我有使用权，一切法无一项，毋是我的啊。啊，凡是咱会当使用，拢是我的嘛。这是真的啊，毋免有所有啊，主要咱有使用就好。啊，所有迄度你爱操心嘛，啊，有如果惊失掉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所以过去咱导师也讲过一个故事啦，啊，这个故事也是真的，唔是假。啊，在1977年啊，1977年啊，伊去香港讲经，有一个同修真发心，啊，送伊一个手表啊，手表呢真高级。啊，敢那是欧米伽这个手表，那么这同修就带去买啦，买这手表啊。那么到带去银行啊，啊，拍开一个保险箱啊，内面有黄金啦、金条啦、珠宝真多。啊，看看呢，保险箱经过锁起来，
啊，那么伊就是甲导师讲啦，讲伊有遮侪即啊金银珠宝放伫保险箱。那么导师当时就甲讲啦，啊半敢若讲笑，啊讲我比你较侪啊，啊伊就感觉真奇怪啊，啊你师傅你们哪有即款物件呢？啊导师就甲讲，伊讲我迄银楼啊，迄香港银楼较侪呢，迄逐间拢我诶，又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呢？伊讲你家己。开这么多钱去买这些珠宝，也不敢放在家，放在家怕人偷拿，怕人抢去、啊、那么所有银行的保险箱久久了，开出这个保险箱来看看冰冰的，看好呢，又把收到进去，说如果是只看看就是算你的，那么我来去银楼那更多银楼、呢，我头也可以看、甚至呢、叫他头家呢、那个金子啊，金仔手指摕我看看，啊，看看呢，我买甲买，搁甲下伊摕倒转。啊，如果干那看看，就是我的，那迄银楼迄毋是搁较侪呢？那么，这个动手听了后呢，啊，一定啊有所感悟才对。啊，所以人爱聪明，爱有智慧，你啥物都无。啊，整个世界拢是你的，迄嘛是假的。啊，无一项啦，拢你得得着，拢会失掉。啊，那么这是啊，咱爱感悟的一件代志啊，所以咱在这个世间啊，这所有一切啊，拢嘛是咱的。你若讲干那使用权呢，真虚空骗了怪，拢咱的。无一项毋是我的啊！我有使用权啊，唔免所有权啊，就是你得到整个世界了啊！你若要爱所有权呢，你所得到就一点点啊，啊，其他拢淡掉了，这非常非常的可惜。所以人爱讲哦，唔好未学颠倒啊！这求心所愿一定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以。国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疑惑啊！唔好怀疑，唔好后悔。后悔是指学佛，只修学这个法门，选定这个法门，努力修学，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后悔。如果你若是怀疑，怀疑将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升遍地，自为故救，升彼遍地七宝城中。以五百岁修诸业业，西方极乐世界有遍地啊，到下啊会讲到啊，即搭只咱都无详细讲咯啊，下面咱再来讲，再来介绍啊，后面会详细说明。密勒毕言，修佛明慧，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弥勒菩萨，这也是做给咱看的，啊，给咱做一个榜样，啊，完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诫，智慧明了，不怀疑，专精修学，看到伊所讲的如教奉行，这个法门提倡念佛法门。弥勒菩萨讲：“如教奉行，咱就知影。弥勒菩萨也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弥勒菩萨也念这一部经。啊，伊若无念这个经，无念阿弥陀佛，伊都毋是如教奉行咯。啊，所以从这一句，咱就知影。啊，弥勒菩萨早暗苦念什么？念阿弥陀佛。”啊，咱有家，咱就知影了。啊，这是弥勒菩萨呢，伊家己讲的。啊，这是咱来知影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唔知影讲啊，弥勒菩萨伊念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咱有看到一个弥勒菩萨像啊，摕着念珠，哇，这也有根据啊，根据这部经。
啊，弥勒菩萨伊也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弥勒菩萨呢，这个布袋回向这个相呢，有提念珠啊，这也正确，有这个根基。好，这一集的时间咱就到了啊，咱就讲到这一段啊，下面的经文呢，下一集再阁继续来甲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